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科学小实验。举起了我的小刀，现在切柠檬。然后把柠檬汁挤到这个杯子里面。一个就够。然后拿棉签蘸字，他们都有在看吗？有人在看实验吗？去阻挡这一切的轻蔑，这感觉太奇异，我抱歉不能说明。写完了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吧。所以我们再拿盒子。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不温柔的倾斜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未满十八周岁的小朋友要在家长不要玩火。老师，未满十八周岁的小朋友不要玩火啊！同时，如果说满十八周岁的小朋友要在家长陪同下来完成这个实验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太吵了！所以小朋友们要准备好水了。所以这个游戏告诉大家，这个实验告诉大家太危险了，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才能玩。